你知道我刚刚在尖叫的时候，我是人整个人荧幕后面的往后倒。然后那时候我有看到杰克，我赶快躲到树后面，叫他跑去追你了。哇塞，好猛哦！因为我那时候只有看到那个哈基的脚印。小雨是鬼，紧张啊！我是肥白，是运动员。你看，哎，是谁？美女人是谁？嗨嗨，我是汉堡王，走吧。你按 tab 就知道了。哈基是正妹，刷气有同一个了。好。如果找到哈基巧克力，你就可以看到你刚刚是多么正了。真的吗？或者是你先死掉，可以去看哈基的视角。没问题。等一下啦，等一下，我拿到汽油桶了。不是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哇！小雨，什么屁哟！擦掉。小雨，你快擦了！走出来，太恐怖了吧！你要在灯光下，你要在灯光下。哎，我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那个。我在灯光下。为什么在灯光下？但我才看到你。调大声一点。哇，小雨不要那么可怕嘛！这是好恐怖哦。哈哈哈哈哈！黑黑的，黑黑的。可怕。我们现在是要找哪一个？先要找发电机。发电机。你怎么找那么快啊？你都找不到发电机啊！而且感觉那个手电筒不能常常开，对，不然会被杀手看到，啊哦、很明显，超明显的。所以小雨看得到脚印吗？我刚刚有看到，够近，够近就看到，就是很近的时候我才能看的。哦，不用怕，我是可以跑，可以，驯服的可以跑，但是可能流会流比较久。啊对啊，我是指这个，嗯。他自己这样摸内裤了，他自己在干嘛？什么鬼？你们在干嘛？我也要看，你们在哪？我看到了金发妹妹。哦哦，金发妹妹，我是不是看到发电机了？那边妹妹，发电机在哪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是石头哦，是石头。哪里哦？要找发电机还是？找发电机，找发电机，找发电机。收音机你要记位置，因为等一下就是要开收音机了。是橘橘黄黄的东西，很大台。嗯、哦，不是黑黑的，看到一个人，我找到了。好、哦，好，好，好，你看，你看，怎么都今天都繁星找到，好猛哦！哎、欸，我也看到了，我也看到了，不是他，不是他，发，我看到，我看到，我看到了。这是小雨。啊，你好，繁星，小心我在你附近啊！找收音机，找收音机，找收音机。好。嗯。所以哈基，交给你了。我不确定、啊、他金发妹他不会做事啊，他只会上警车啊。哎、欸，我是女警哦，来来来，上我的车。这听起来有点变态。好可怕！收音机我到了，我到了。好好好，你跳吧。身材同样位置，很难砍呢。有了有了有了。哎呀，一分四十秒。嗯，一分四十秒。所以小雨这次是拿什么？黑的啦，斧头。哎，我觉得哈基，你这个胯下的姿势，哎，胯，你真的是，你有穿小裤裤吗？他没穿呢。你没穿吧？哇，你没穿的。里面我是男的啦。哎呦。不要乱穿好了。等一下，小雨你不看裤子吗？小雨你不看裤子吗？看一下裤子吧。我怎么了？我突然看到脚印呢。感谢，真的好凶啊！我觉得那个托特你掰了。我干你！救命啊！你追我跑啊！我们一起去玩水，不要！小雨好猛哦！他其实脚一段距离就很明显，好凉。团团，你到底为什么要找这款游戏啊？啊！我就突然晃到了，突然找到，吓死人了！你知道我有昨天叫那么惨了？跟他超抖在画面。没有，他竟是有偷偷走出来，因为有一个脚印。假的，在外面。哇哇！巧克力杀人鬼！哇，那巧克力现在手上拿的是哪一个？本事枪。
啊！天、啊，好可惜哦！可以重开游戏吗？可惜。可以刷道具吗？刷手抽。嗯，可恶。我是被困住了。要先刷到巧克力当鬼。你要先等我等一段时间。有吗？哦，哎、欸，那个拿笔电的有那个追踪器耶。有、啊。那篮球可以干嘛？你是怎么用的？没有，就是滚轮就发现有别的道具这样。哇，我什么都没有。哦，我有枪哎、欸。哇靠！那哎、欸，我的天哪！我刚没有滚，快滚一下！我拿到一个油桶。好好好。哇！等一下，不要！阿金用枪！射我啊！射我啊！你不会扣血啊，白痴啊！谁啊？谁带的？那枪可以干嘛？用力！我不知道，我们外一个知道好不好？可是没有办法不知道。哈哈哈哈哈。所以现在找油桶哦、喔，对，那你有间谍啦，有人跟他走在一起的，有间谍啦，你干嘛、啊？等一下啦，你旁边有油桶啦，去哦、喔！啊，不要啦！我找到一个了，过来！我找到一个了，我找到一个了。拖时间，我去拖时间，你们继续找。好好，我们在找，我们在找。好像有变慢了，好像。阿弟，我们心愿你。啊！我刚才看到他们了，他真的拿电锯啦！哇，电锯杀人狂！哎、欸，后面，喵啊！后面，房子里面，喵啊！房子里面，我因为你们不讲清楚了什么东西啊？里面有油桶啊！里面有油桶，那个真没回去。啊！我拿了！好，找发电机，找发电机了。哇！把心你刚吓死我！哎、你以为是鬼是不是？你以为是鬼啊？我一直对啊，一直被喵花吓到。我只是一颗篮球啊！没有，你是个黑人。错身经过，是恐怖。是个黑人。你说我跟你错身经过吗？不是啦，是喵花。哎，等一下，嗯，你喵花的那个很像那个呢，哪个爹的那个？没看到人呐、啊！对对 ，GTA 那个修车厂的那个小弟、欸你们找到发电机了没？还没找到。Oh no！ 你们在哪？啊，好恐怖哦！好可怕、啊！这里手上有一个好玩的东西啊！喵哈！好玩的东西啊！不要来骗我，我什么都看不到、啊。金发妹妹是谁？金发妹妹是谁？迎面而来就一个人啊！杰克，你画面是很绿啊，很绿啊，很难过哦。我不会说小雨是个正妹啊，感觉是有调过。哎，前面，对，那个前面好像是哦。那个是哪个？杰克的。杰克，你没有黑眼珠哎。杰克，左边，左前方那个靶场。这是尾巴，走反了。靶场右边有没有看到黑黑的？巨型物体，哎、欸，左边吧，左边那个，左边的那个绿绿哇，正前方，对，我不知道，按着，啊，更有更有更有，好了，快走，你们躲起来，不要躲里面很黑，有了，我叫警察了，什么已经叫警察了，对，我们叫警察了。太快了，可怕！现在完全是巧克力的杀戮时间。哇，小雨真的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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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大哥，我没死。他那个一下死哦。我没死。啊！哇，好扯哦，一下死。你停！哇哇哇哇哇！剩我一个啦！太快了！太快了！刚好在附近，暖暖，不要让我出去。刚刚是不是也都在附近啊？没有啦，没有。他是那棵树最远，团团最远，我超远的。我对，我是那棵树，我是那棵草，嘿。我是那个树丛、啊，那个树丛、啊、是树啊。树丛，我是那个树丛，站一排、那個。好像有点没对齐耶。哎、欸，对啊，我也觉得我没对齐啊。可能要改一下啊，那个我是三胞胎啊，还是四胞胎啊？等一下啊、哦，你去换那个瓶子啦。哎呦，好啦，我去换啦。你隔壁有阴灵哎。哎呀，好恐怖哦。架空这里是太远了。哇，可以变萤火！哇塞！哇，各种变啊，有没有？各种变！哇，你红色斧头哪里找的、啊？红色斧头、啊？不行，怎么点得到这个？他听到那个脚印是什么意思啊？哇！每个人到了，好可怕！好可怕哦！这
直接就死掉了。咚咚咚咚，他会听到心跳声哦。哇塞，哇塞，那还不来当一个？不一定要看脚印，要听心跳。哇，好猛哦！我不知道可以听心跳声哎。那到底枪能干嘛？示威而已哦。真的换杀手的速度啊。哦，也是有可能。刚刚被射到，好像有一点那种感觉。只是哇，你为什么不射他头，要射他脚？大团团来喽！突然是个胖胖的，什么是个胖胖的？他就有第一个找你啊！说我，他说他啦，好妹子，哈气哈气，突然自己的，这里面有油桶，一个留了，你们太快喽！游戏开始喽！我是杰森哦，我找到那个什么，你现在手上拿的是哪一种啊？电锯啊，杰森就电锯啊，啊，你拿到油桶要做什么？你还想被砍是不是？找发电机啊！我不管怎样，你当上一定会砍啊！我也只能啊。找到第二个，来了，你们在哪里呢？我被后面的电灯吓到。没有，那我想知道那是谁，我照一下。要啦，照妖镜就照出来了。我跟你们讲，我这个鬼很佛的啦。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，找发电机，找发电机，一起玩呐、啊！不要啦，你我这鬼超佛心的，看看哦、喔，嗯，哇，你们怎么那么会躲啊？没有在躲啊，在走路啊。你们好会啊、喔！我们在走，我绝对没有躲边边，走边边绝对没有。你们找发电机，我就马上开音箱了。音箱你这样不怕团团先去找你吧？嗯哼哼，哦，我觉得这边很难找到哎、欸，真假的？对，这边很亮哦。哎、欸，我真的到现在都没看到你们哎、欸，好恐怖，一只都没看到、哦、啊，一只人都没到现在其实都还不知道发电机长怎样，可能打不到，那是人，那是人，橘黄。啊连心跳声都没听到哎、欸，没错，我可能真的是没心跳。可恶，你怎么可以把声音调小了？这样怎么和你 PAQ？ 我好难过哦，波浪图。插柳啊，我没有调小声啊。完了，发电机大家都找不到啊，我找不到啊！不要我自己找吧，不找、啊、要我找了吗？你在找。我刚在洗澡啊！在洗澡、哦，那个淋浴间哦，你居然躲在淋浴间，它里面还有电副电灯啊！哇塞！哇！啊！之前的发电机都在哪？不，之前都很四散哦。你找到了？哦，真的吗？嗯。好。哎呦！因为我开完了。啊，等个好快哦！我敢小声吗？好快哦，小雨！你干嘛、啊？你什么时候过来的、啊？干嘛、啊？我不知道啊！你不知道是不是？不知不觉就到了。迷路走的就来这里了。迷路走的就来了，你这样不应该哦！我开了，看好。两分半，等一下有人哦，我没看到哎、欸！OK， 我看到。有人哦，我刚想说怎么有动的声音，你还能没塞哦？哦哦，运动员回体好快哦！哦，那原来那是他的优势，好像是每一个有什么能力之类的。对，像我是篮球员，有三把钥匙，可是不晓得可以干嘛。三把钥匙，我刚当那个钥匙有看到钥匙包的。哎呦，你可能要小心一点。哎呦，你说谁可能要小心一点啊？你是说谁呢？好像打团团哦。说谁呢？杀手可以砍树吗？不行，我砍过了。原来是观众问题哦。我昨天哎，这是谁啊？这是谁？嗨，你好。不是啊，我刚关你们呢。你好，我刚知道你晃点了我。我来了。不要来啊！不要来、啊。你一直给。不要来啊！没看到，没看到。哇，好会哦！哎呀，很会啊，很会啊！你们快点！哎呀，直接，好会喽！哎，脚印太多了，是不是？对，那边脚印真的超级多。我想说，躲在室内反而是一个盲点。你们跑去哪里啦、啊？他今天好胖啊！
你那只就是那个汉堡那只啊？对啊，一直吃汉堡，大吃特吃。好久，还有一分多钟。对啊，怎么那么久啊？而且重点是我刚目睹杀人现场，我就默默往后退了。小心留下脚印哦。所以我刚刚一直这样子。这样可以把脚印，我不知道，它好像是时间性的，时间性的。那这样子嘞？时间性就是你不一定不用动也没关系。嗯。